真的活到永生，他们没有笑，可能他们真的当真了。你们真的以为我24岁吗？
其实我没有那么，他已经28了。对，其实我年纪没有那么小，大概28而已啦。为什么要撒谎？没有啊，十八，他们说18啦，18永远都18，很幼稚。你们讲话比我更浮夸啦。我为什么要对偶像撒谎呢？总之就是这次的生日，我觉得过得很幸福。其实每年都一样，因为我们三个人，然后只要是可以的话，都希望生日能够聚在一块。然后公司也都非常贴心，会刻意把我们的生日的那个假期留下来，让我们三个。这不是你安的吗？我有指定嘛，毕竟我也是。超霸道，超专制，直接说6月17号帮我留下来时间，三个人都有事。对，我说17、18都要，因为我们17会喝吧，18必须要休息。没有啊，我们都喝水，怎么会喝吗？我们喝水就会帮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那个是 talking show， 然后左边有一位观众，对对对，要不要拿一个椅子让你坐一下？来来，人呐，啊，欣赏我跟 Ella 的这个一段小小的脱口秀。我是最幸运的那个观众。总之呢，继续讲生日的。那我来许愿好了，我每一个愿望都是献给就是跟我亲生的每一个人，你给我祝福的每一个人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很平安、很健康，然后呢，拥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问题，都可以用爱去跨越跟包容。好棒哦，谢谢 Ella， 谢谢，这是最好的祝福。对啊，让我们怀抱着爱，然后成为更好的人，一定要的。然后第二个愿望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要给谁吧？没错，你要在老师给他哭几百次，但我还是要给。你知道我每次因为那是给我好了，看你要是吗？没有开玩笑，你想要吗？没有了。你有什么消息不要瞒我们哦。对啊，我看你今天穿这样就是有蹊跷啊。我消息不可以瞒哦，你就觉得不单纯呐、啊。但是希望这一件赶快先换到你身上。对，好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每次讲我都会哭，今天一定要忍住。今天还是要好好的讲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要心想才会事成。对，要一个念力法则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每一位陪我一起祝福 Selina 今年都能够怀孕成功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这样讲的，很像我是有多不容易。没有啦，因为你也是今年才开始的、啊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对，因为我最前一阵子去内地宣传专辑。你知道每个歌迷啊，就是我宣传3015嘛，然后就大家就来上海签名，就说谁呐，祝你好运到，祝你好运到，每个都这样讲而已。所以那个念力真的很强。对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而且念力强成这样，搞不好会多胞胎，你自己要小心点。好，太强了，连珠炮弹的声这样子。好，好啦，总之谢谢所有你们的心意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能够还是享受。这个我们喜欢唱歌的这种感觉，因为能够三个人一起在台上唱歌就非常的开心，很幸福。对，那虽然这一次呢是来到云顶，天气很凉快，可是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印象总是非常的热情。马来西亚呢就一定要唱一首歌，因为你们就是一片热带雨林。